那这个要改成什么？这一个我们应该要改成使用 list 这张工作表的 C12。C12 做完是不是要做 C13？C13 做完做 C14，以此类推，所以 C12 是 sales，就是 sheets 括弧 list 点点什么 sales 12 3。其实你要是不写三，你写两撇 c 两撇也可以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新北市是不是要换成 sheets 括弧 list？这个大小写不要打错喽。哪一张工作表？list 这张工作表里面的储存格12，逗号3。我是说，刚刚这个地方你打 C 也是可以哦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我还是改成数字，点什么 value，我们就先做一格，就是我们改成这个样子之后呢，看看哦，它现在能不能还是一样帮我做到高雄市。好，我就先关掉喽。程式码暂时写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把刚刚的 total 这里把它给删除掉，右侧储存格往左移。好，然后呢，list 在这边嘛，重新去执行一次，开发人员聚集、户数收集、执行。诶，你看，一样跑出来是我们要的那几个，我们插那个过回圈，只是我要先告诉你那个。组程式里面大概先几个重要变数改掉，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个地方。